3000块钱要找一条漂亮的瓜皮鼠。从小我就没有爸爸，我那娇小的妈妈一个人拉扯我长这么大。偶尔翻开那旧黄色的相册，从一个小美女变成一个胖胖的黄脸婆。喜欢翡翠，但一直不舍得买。我想偷偷送给我辛苦的妈妈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能帮帮我，谢谢你。别又搞笑一下了，去找找吧。走，找大全。走。这条总水量挺好的，又条款小了一点点。如果给阿姨带的话，相对来说不够宽，但是总水是真的好，它就是小条总水好，然后半山半水，这一半这一半，上面颜色浓，下面颜色淡，抛光出来就很漂亮。主要圈口能带吗？圈口可能。52太小了，做圆条的话能做到55，不要再条宽小了，太窄了，给阿姨找的大气一点。正常的13宽标准的正圈就还好，那这边的话半山水的料相对重，这种是属于飘花，不是瓜皮料，而且这个花可能不太好，这不适合，不太完美了，一半好看一半不好看。这两条可以很漂亮，颜色有点偏蓝，只不过是半山水的不太明显，上面颜色是会浓一点的，下面淡一点，不太明显。总水底妆还行，我看下圈口嘛，泡完光的话半山水会出来，55圈倒是可以戴。底妆还蛮细腻的，现在是没有抛光哦，就是半山水不太明显，可惜了点。这种之前直播间也卖过，很便宜。这种再看一下，这留一批啊，全是半山半水的，底妆够白，颜色也够浓，这样子做出来给阿姨戴就很漂亮，够明显啊，半山半水还是很漂亮。难就难在它这里有这么多条啊，不知道它要不要单条卖。圈口的话55可以的，单不单条卖啊，燕子？不能一条卖给我吗？不是你的货。我的货，预算不高，但能不能一条卖给我？可以啊。哎，不打扰你的生意，我再看一下。这里有一套，这是飘花，不是？那挺对的，挺好看的。卖一条给我。你找别人去。卖一条给我嘛。这种阿姨戴真的好看，半山半水很明显，底妆也够细腻。这份料还有没有啊？没有。这种料子直播间都卖过，都几千块的，有点麻烦，不好炒。咱预算是低了一点，那种料子其实半山水直播间之前也出过，2800的也有，5800的也有，10000多的也有，但是2800的、3000多的这种偏少，太少这种了，这个价钱的太少了，成本低它不然那么便宜，再来的话可能品质低一点还有办法这么便宜。半山水料本来很多的，那两个半山水，那这是黄粉，那半山水瓜皮，阿弟马上去验证那看看，我都气死了。你那个搞条给我嘛，这一条呢，这条怎么卖啊？对了，我看一下，跟那差不多。那说实话，总水没有这一批好，它的这批要12000，给过12000，就是说人家已经给过12000才能卖，或者说可能还不卖，有一点点的颗粒啊。咱预算低的话，就不要买那种很多出年的，比较干净清爽，戴起来比较有气质。现在是毛胚啊，等到起成成品的话，会舒服很多。我们尽量把它这些地方给它去掉，把它好的位置取出来。你这条卖多少？你卖我一条来，给你个买了。我说实话，我就预算不高，你卖多少钱这个？8000嘛，我这帮粉丝来找货的，他说一定要去燕子那买，人家就喜欢你，你这个样子还有那么多人喜欢，就奇怪了。你不要老给我抬高帽，我跟你说，你卖多少钱？先露我一条，这些我帮你拿到直播间卖，只要你便宜，可以吗？8000，我今天没8000预算。你以前人家过万的，你给8000，现在不过万的，让你拿个8000，你还没有8000预算，不够人。你再便宜点给我嘛，要多便宜嘛，你给价呀，2000。行吧，卖啦，2000卖一条啦。谁买个半山水2000块钱就能买得着嘞？这个圈尾就55000，我是刚好能带，你就便宜点卖我嘛。53.5拿下货，71扩到55，我刚刚好，不能再扩了。你大圈口还能卖高点？没有2000块，谁2000块买个半山水？我预算就3000，你都不能漏我。妈呀，你最高看了，我心脏受不了了。真的就3000预算，放我一条嘛，都要收蛋了。你不要这样，我没时间找了，快点。我没时间找了，都收到了，快点！你要你8000，我5000嘛，等你走了。哎呀，你3000我真没钱。55的圈，你要卖多少钱去啊？我都是走批量的。你走批量，你去我直播间走，我一条链接几十条就秒没了，不吹牛逼，继续看，带货要便宜。你上的链接哦，让我瞬间翻白眼。真的就3000，我都气死了。哎呦你妈！卖了，我的妈！卖不了了，卖了！再收5块边角给姐姐，要个挂件。哎呀！啊，我不好你的，大吼大叫的，都自找丢人现眼。转了，你陪我长大。
我陪你白发。妈妈，我想时间停下。